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家庭里边的单控灯，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亮面。我们今天呢要给它改成一个双控灯，怎么改呢？首先我们去超市买单刀双制的一个开关，后边三个端子啊，买两个，然后呢用线把标号相同的两个端子给它连在一起，然后呢把我们这两根线拆下来，这两根线拆下来以后分别接在我们的 L1 端子上和 L2 端子上，这样的话接好了双控灯可以实现了。首先这边这个开灯关灯，这边这个开灯关灯，单控改双控非常的方便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关。